酒店，然后呢？但是他面试昨天是骂我的宝，你的小小奥，你的妹妹嘛，对不对？你的妹妹嘛，所以他骂那个小小，所以我才生气了，我就去骂了，不知道他骂我你的话，以后我不要在我这里生气了，你去回说家话慢慢生气去，知不知道？你啊，回家了，你想怎么生气就怎么生气了，赶紧把那个收款码给我，那个工资你还要不要？我手机都没电了，我靠！那个工资没有，下个月发点收入，啊，出去去可能去。再放了。啊？哦，那个工资，你赶紧拿着工资滚蛋！自己愿意去哪里去哪里，我跟你讲。要不那个王这个，昨天是我进了这个家门，然后对面没，然后也扣我20块钱吧。扣你20块钱。扣我20块钱吧。我昨天。我不想扣你20块钱。我昨天进那个进门了嘛，所以就罚款我20块钱嘛。这不是罚不罚款20问题，这个你工资全部罚款了也不够，你赶紧走吧你。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班了，现在你就给我一次，你很喜欢这个班，你我给了你机会，你就好好上班嘛就行了嘛，是不是？对，我你要一天搞那么多事情嘛。我前面的话是真的，每天都是好好搞，好好上班了，就只是少走昨天的话也是一位小小嘛，也是一位小小。那你就把你那我没办法，谁叫你踢小小的？那你就去小小家里面做保安嘛，对不对？我还是喜欢你的，你跟着你，我是喜欢。你喜欢跟着我，那你为什么？在你这个地方上班。对我的人阿梅不好，对我直播间家人不好。你去一个小小的，那你就去他那里上班呀。那个昨天你直播间那个，我跟你讲，那个、你不要提小小说什么，这个公司是他爸爸大股东。告诉你，这个公司是我一手创建出来的。这样啊。张叔叔虽然那时候是投资了我钱，有可能啊，我知道这个，我一直我承认那时候不是张叔叔拿着这个钱投资我的话，我可能开不起来。但是现在的话我这个人不是忘恩负义那种，不是忘本那种人啊。但是小小一直这样子搞的话，我完全可以就是把张叔叔投的钱还给他，我自己做都行的，知不知道？你搞清楚这一点。搞得以为好像是哎呀，行了，跟你说这些，大家叫你连麦过来是不是？我跟谁连嘛？直播间家人们，我跟谁连嘛？我网明哥，昨天那个七比哥他的网名里面没有那个非家人嘛？昨天那个七比哥没有非家人三个字吗？对，没有非家人。有没有直播间家人们？昨天那个七比哥网名前面有没有非家人三个字？就是加入了我粉丝团的网名前面都会有非家人三个字的他的意思就是有非家人的他都不敢骂，没有非家人的他才骂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有非家人三个字是吧？对，直播间的人都说有了。没有啊？有，他们都说有。那是应该是昨天骂完后面再加入的吧，应该是昨天。我的是看着那个有没有那个非家人，因为一位那个没有非家人的话都不是粉丝嘛，都是来我直播间的都是粉丝啊，都是家人，有非家人的这些的话是认可我的啊粉丝，认可我的家人，懂不懂？哎呀，我不跟你扯这些，你直接走，我跟你扯这些也没用，扯了你也不懂。那个王这个，我在那个美国上班嘛，我在美国上什么？你在美国上什么班？你把收款码给我，把你那1350块钱工资，本来你工资都没有1350，就只有1200，我都给你发了一天的工资了，你赶紧走。那个我把你那个宿舍里面东西也收拾好，也不要住在宿舍里面了，赶紧走吧。这不你不是有小小做你的后台吗？你去找小小。那个王菲，你再让我最后一个月，再让我上一个月，让我过年，我们也是
那个十一份差不多下个月就要过年了，然后让我赶到过年的时候嘛。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去的话，回家的话一点钱也没有挣到什么的了。那关我有什么事啊？来，小小是你的后台吧，我允许你给小小打电话来啊，看他今天能不能保得住你，小小。嗯。那我打个电话吧。嗯，你打吧，来，我们看着他来。没事，咱们一次性解决清楚，把小小也叫过来，一次性解决清楚。不然的话，咱们一会儿把他开除了，明天又小小又把他带这里上班，不好。直接把小小也叫过来，一次性当着他的面把他开除了。这样子，明天小小应该也不会把他带过来了。不然我小小不知道的话，我现在把他赶走了，明天小小又把他带回来了就不好了。直接当着小小的面把他赶走，然后跟他下警告，以后再也小小也不能再来打扰阿梅。喂，那个宝，那个你来那个，你来这个王菲公司一趟嘛，那个王王菲哥他说他现在就要开除，他现在就要把钱算给我了。对，他现在在公司里面，然后他直接刚刚我上了几天，然后上了九天，这九天那个工资什么的都算，他说现在就把工资给我，然后让我这会儿就拿着被子走了。对呀，我也不知道啊。他说，因为你这现在在哪里啊？要不你这会儿来那个，这会儿来那个公司里面一下，不然的话我怎么说都说不通了。我不接他电话，我不接他电话。我不接他电话。王飞哥，王飞哥，我不接他电话。你现在说我现在过来。你这会儿过来了是吧？好，那你快点来哦。你那个快点，快点。拜拜。你觉得小小能保得住你吗？你觉得小小能保得住你吗？那个王飞哥，那个说实话，真的那个就那个让我好好在这里上让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的在这里我给过你机会的嘛，对不对？直播间家人们，咱们给过他机会的，是不是？只是昨天是真的是不及昨天，前天呢，大前天还有前天没来，大前天没来。前天和大前天的话，我跟那个我那个生病了。你生病了？我生病感冒了，直接饭也直接床都起不来了。我还有那天阿梅去酒店的时候，是不是你拉去的？那天酒店是吧？那一天酒店的话，我只是那个传话的。传话啊，我替他们说是你意要把他阿梅拉上去的。那个我的宝小小嘛，小小他跟我说，让阿梅来这边有个那个工作上有点事，然后给他介绍一个那个介绍一个朋友，所以就你们给阿梅说，你们给人家阿梅介绍朋友。是啊，在酒店里面介绍朋友，而且是个男的，你们这样想的是什么吗？是我的宝他一个有钱的一个朋友，应该是要跟阿梅那个工作上合作吧？合作？阿梅有什么好合作的？应该是，所以就那。就那一次和昨天这两次我确实那我等会儿啊，一进酒店就把门反锁，是不是？直播间家人们，一进酒店他就把门反锁了，门是不是你反锁了？
没有啊，没有啊，我只是他们都看到来直播间，这9000多个家人们都看到的。没没，你们啊没有说，我只是那个没关一下嘛，那个既家里面的话没关一下坐着嘛，我就习惯了，所以就这样子嘛。嗯，就是那一个的话，哎，我今天就反正当着阿美的面啊，不是当着那个小小的面把你开除了，以后小小你们两个都不能来公司了。如果今天我要开始举报，小小要是在中间阻拦我的话，我明天就找他爸爸，因为他这就形成了股东家属参与公司管理制度了，对不对？连股东都不能参与管理的，现在他一个家属还来参与管理了，那我只能去找张叔叔了。我就看着他一会儿是参不参与，不然我平时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找张叔叔的话也尴尬，没必要。我觉得咱们一会儿就看着啊，我管理自己的公司开除举报，那个小小他会不会参与？他参与的话，他不让我开除的话，他就是参与了，股东的家属参与管理了。那我就可以去找他，找张叔叔了。王飞哥，那个。就是前天安排那个酒店嘛，对吧？嗯，酒店的话，前天来结束前天安排那个酒店的事情。酒店的话，那天我就想开除你了，我准备第二天让你去那个财务拿工拿那个工资走的，结果第二天你没来上班，你跟我搞个没来上班，我找不到人通知。那个我第三天没来上班啊、然后第四天我就公司就出了一点事情，然后就这两天没来，我也没来公司啊，这两天因为。